他用那个包买的那种服务啊，就是他上面下个单子到我叫我们到指定地点，有人已经把那个东西送到那里了。嗯，我们叫我们先给他钱，给完钱之后他这个再送到他指定的地方，然后给我们现金。嗯，那我们送过去了他就关机了，这边就不上了。8月15号应该是另外一个小哥叫我，他刚好看见嘛，刚好看见也是这种单子嘛，先付钱了嘛，给他拖延时间，他说估计把他抓到了。抓住的这个就是收我们钱的，知道眼前的那个人还没抓住。看视频上。